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博君一肖 CPF，别逗了，哪里还有 CPF？那就是肖某人粉丝啊！全网还有谁不知道？二零二四年了，所谓的博君一肖 CPF 还在拼命替肖某人捆绑着王一博，造谣边料科血糖。 五年多，无同台，无同框，无互动，所谓的糖全靠网吧之粉编出来，再骗小网吧闭环洗脑。二零二四年了，还只能指着一十九年的被人恶意剪辑的花絮来吊命。而一十九年到现在，不管水产如何造谣，网吧如何伪装，但种种迹象早已经让大众看得无比明确：博君一肖 CPF 只是肖某人的粉丝，与王一博可以说毫无关系。 相反，倒是全网都公认的 CPF 就是王一博黑。为什么这样说？看看王一博和肖某对待 CPF 的态度就一目了然。王一博方单人超话屏蔽 CPF，商务品牌抽奖壁垒 CPF 简介删除某令，王一博宣发博屏蔽 CPF 红黄新元素和肖某大名。王一博告黑告的是能直接对接肖某工作室的肖某人之粉。 凡此种种，王一博对 CPF 的壁垒态度无比明确，就连法院都判定 CP 捆绑对王一博有负面影响。与之相反，肖某如何对待 CPF？CP CP 大粉是可以话剧后台拍摄到肖某跟领导合影的，CPF 是可以拥有连肖某伪粉都没有的话剧贵宾票的。 CPF 在王一博过生日时拼命造谣磕糖，而在肖某生日时则号召不可以磕糖递刀。CPF 在王一博高光时从来不为王一博喝彩，却只会辱骂为何没有哥哥。凡此种种不胜枚举，但凡有一点点良知和头脑的人，都绝不可能还磕得下去这种低毒的血糖。幸好幸好，王一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强，越走越远。 而看着街舞光芒四射的王一博和大银幕、小荧屏上演技出众的叶先生，魏若来的新粉们都是品味眼光俱佳者，已经很难再被那些 X 的群体欺骗去看什么几年前的单改。那些还在编料造谣科学堂的某些人，先做个正常人吧。毕竟哪个好人家的正常人能管自己叫？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大粉大规模集体被禁言。 这是出啥事儿了吗？还是像自己说的蒸主被 fs 了才会大规模禁言？尤其可怕的是，这一禁言才发现，原来某浪上天天阴阳怪气，到处引战，各种造谣抹黑，除肖姓艺人之外的其他人的 yxh 居然都是肖战粉丝啊！感叹号太吓人了，从来没见过谁家粉圈养着这么多营销号的。清朗，力度再大一些吧。 还网友们一个真正清清朗朗的网络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